上页也没有。那个是个政治标志啊，不是那个，我们看一下那个，往上看一下，上面上面这个，啊，这个是我们早上讲的嘛 ，Shumi Color 的颜色嘛，哈 ，Shumi Color 是啊，啊。那 QV 它是不啊，这个被整里面的东西啊。没办法了。No。这是什么？就是那个1101多少？您看那换了。我们开啊。哦。那放小就好，不管它了。那我们看一下上面三行，三行啊。QV Color 是 QV Base 里面的那个，它提供颜色性啊，它 QV Base 可以取消啊。那 QV Color 颜色是 QV Base 可读的那个方法是简单的啊，它只能够取得这种颜色，如无法如下啊 ，QV Color 然后颜色代码，然后请黑色一，蓝色二，绿色三，深蓝色四，红色五，紫红色六，黄色七，淡灰色八，是灰色九，是淡蓝色。十是淡绿色，十一是淡青蓝色，十二是淡红色、淡紫红色、淡黄色，第十五是白色。哦，我们早上颜色看是这样子，我不想确定的哦。往下看一下，是这种就对了。那这些结果的话，就是一个啊，背景是代表那个 flag 啊，它的背景面是指令设定哦，有一个政治标志。那我们看一下，有一个 RGB 另外一个，真是难。好，打开一下，对，它的是这样，啊，它的对，在上面那个，好，另外一个 OK。我们试一下啊，啊，试结果这个看一下啊，正式的 RGB 对不对？它的 RGB 的值对不对？然后背景哈，背景它用 CC 来按的嘛，啊，确定，来确定一下，啊，它颜色是改变的，啊，这个给我们艾森怎么讲哈？来看一下，来现在多讲一下，那是看程序嘛，看程序嘛。我赶快第一条，不知道我的事。这个，我这条是回复条 ，IP 是私人的不能事宣告哈。为什么你要保密？我写一下，私人不能宣告的。私人不能是宣告，它可能是换了，它这个换宽左键执行这个不能是指令哈。我继续我们看一下宣告，先按码哈，按码 GB 按哈，码 GB 是试算，宣告它的试算了，宣告啊上述变数为试算变数啊，码 GB 是试算变数嘛哈。我是这样，按的话就是把那个你读进来的文字，还要标前面的按到整个区啊，两个文字它并不到了，我就填一个新的文字嘛，对不对？就是我们看我们平时执行结果那个地方，就缩小缩小，就是执行结果对。它这边是不是一个啊？背景在这 ，MSX 这边有没有问题？然后按确定一下，把它改嘛，放小，缩小一下。啊，是你的是读进来那个词嘛，对，啊 ，get 啊，啊，这文字我知道，就是装了三个嘛，看到没有？执行结果看一下，这三个，这是 RGB 嘛，哈，就是 R 是表示内点嘛 ，G 是表示 green 嘛 ，RGB 是表示 black 知道，红，R 是对，这是红色嘛，对不对 ？R 是 green 绿色嘛，对，然后那个 V 是 black 嘛，就是它的那个正常颜色标准知道。你看改一下，全部到这里，你看什么颜色？好、okay. ，我确定一下，哦，黑色。它如果都是二五黑色。二五是黑色吗？白色啊，这个是一个，哇，100，一百的，你看改一下，多100。
好，这个这边双点的啊，四零几，好，我们确定一下。好，这变化知道啊，背景颜色，我现在背景问题。前景颜色是下面那个知道，背景颜色下面知道啊，好，那我缩小一下，把那个 RGB 缩小一下，对，这个是从键盘上读物啊，从键盘上读物啊，从键盘上读物那个，从键盘上读物那个。R G B 那个 R 那个 R E D 啊的那个值啊，它的字上的那个值就对了，那个字的值啊，代表值就对了啊，在那个值就好，不要点数，你看它是字上，接下来是注意是从那个应该是文字盒上面嘛啊，从文字盒上面文字盒，从文字盒上。读啊 ，read 的词哈，那接下来是从那个啊，对，从文字好像读入那个 green 啊，绿色 ，g 啊 ，e n 的词哈 ，v 再讲从文字好像读入啊 ，black b l a c k 啊 ，a c k， 还是读入吗？蓝色吗？还是 black？看一下那说明，不是真是吗？真是吗？王爷的王爷的。不对角，应该不对角。黄蓝绿啊，黄绿两色，蓝色不对不对不对，不是不对吗？不对，蓝色是吗？蓝色是 OK， 那我看一下，如果 R 不是空白，而且 G 也不空白，那 P 也不空白，也就是说三个都有值，对不对？如果这篇文字框上不是公式算，是不是就要记住啊？第一个。如果 R 的值是大于等于零，小于等于二五，然后 G 的值是大于等于零，小于二五，然后 B 的值是大于零，小于等于二五，那么这是合法值是吧？合法值哈，好，大概写成这个第这个多个写法哈，要大概写知道吗？啊，就这样按着表示知道啊，啊，不要忘记了哈。那接下来 level， 啊 level 这个地方哈，对，按着对，标记按着。来处理的，看哪个处理？那再来看一下。好，那个啊，包括是前景颜色嘛 ，RGB 啊，包括是设定设的那个视频颜色这个 RGB 是那个只是主调有问题。这样按这一块就结束嘛，对，那就啊，就是啊，这个地方是也是不用结束嘛啊。就直接结束对。这样我们看一下 ，Android 是几时间结束啊？如果 DSD 啊，这个文字正不是空白的话，比如说下一句是我，就是背景颜色，背景颜色是 M 知道 ，M 就是背景颜色值有没有问题？背景颜色对，注解一下，上面那个，再设定背景颜色，设定背景颜色啊。啊，上面再说明一下，布置一下，设定啊，啊，从键盘上啊，应该讲设定啊，设定那个背景颜色，啊，设定颜色是什么？OK， 那我们再看一下，再往下看哈、啊，那这有是也昨天结束啊，也昨天结束对。那还有什么问题？啊，不能是结束。好，这两天看到没有？好，增长一下。然后我们看一下，再点哈。那我们再改一下 H， 啊 ，F F， 成 F 好了吧？成 F 是什么东西啊？来看一下。全部都是白色嘛，对，那边不是平的，黑色对不对？黑色，然后是128128128，一七七的，128哈，是不是？是128128，128中间嘛，这样颜色，那如果说一个五六呢？这个颜色我看一下，它做成什么颜色？你要讲。
25。他这两天还是25。这一趟还是25。啊，这颜色有变，看到没有？他这组成。那个叫值是吧？啊，数值啊，不要删掉啊。他在说这个数字的一个对啊。不对，那等一下，那这个地方是。OK。啊，这是这样的颜色啊。它这颜色是那种咖啡色啊，这个样子，就是政治标记嘛啊。那这个的话，你可以我们调一下，如果人家绿色嘞，它是中间那个是零，它是25就是这样的。25等于旁边两边是零嘛。再看会不会绿色对不对？那蓝色嘞，右边那是25嘛。对。那这个红色嘞。那是零吗？哦，这个问题，这个颜色，这样这样很有趣吧？对。这蛮有趣的城市哦。对。都可以玩一下，这东西你可以玩一试一下。我们今天晚上在太作业了。嗯。那一滴滴滴滴四个滴，那是零是什么？什么滴？啊，这边是这样编去的啊。啊，这有没有问题？没有。好，没有问题的话，我们看一下。那我们可不可以把那个图画表政治标题改一下？那个那个执行那块空，这个标题可以改一下，用什么画？什么画一些什么东西？不太好吧？说你好，你好，你好 ，OK。啊，确定吗？1、2、3，好，确定。好，那我们改一下。好，九九 OK， 好，确定。然后，哦，看人家不一样的，然后这个就是滴滴这个滴，对。啊，这个滴好了。啊，这个不一样，对不对？那都是一的。啊，这个这应该不一样，对。好，那我们看一下那个，如果是25的，25对，对。它是哪里？哦 ，OK。它这边是0 ，OK。颜色变，那就下来。如果是不是25的，全黑嘛，对。啊，全白，那全部是零。啊，行，那如果是我要设定什么绿色，不是上面是25而已嘛，啊。那如果我要设定蓝色呢？我们是选红色，好，行，那可以做一个彩虹的颜色出来了，那做一个彩虹颜色可以吗？七彩的颜色，画一个彩虹图就可以画，这个字体肯定要变，要怎么收啊？嗯，那肯定要画一个，我们也让你等一下啊，我这个字没问题了吗 ？OK， 好。啊，这没问题的哈。嗯。还有没有交作业的？好吧，我再看一下那上面。来，这样我们看一下。那这边这样是因为呢，它当时的表示颜色，我们看一下 HP， M S H 看到格式。好 ，M S H 拿 P P T T 啊。好。这说明一下 ，M S H 是一定要写的哈。后面的 P P T T 啊，分别放置 blue 蓝色、black 绿色、red 红色不算比例啊。它只是零零到 FF 了啊，跟 RGB 的红蓝绿的顺序是一样，刚好顺序相反啊。那它人数是越小啊，颜色越深了。红色为啊那个 H， 然后000FF， 绿色为啊 MSH 00FF00， 蓝色为 MSH 然后 FF0000， 那白色为 H 然后 FFFF 四个 FF， 黑色为只剩 H 然后0000啊。下面的例子就是实际的 RGB 的值和 ANC 值是可以。不要这样，别让它打出来，我看一下。那个图嘛，这个。全部都可以删。这个刚不应该结果吗？应该不会。那这样，看看我们这些结果。那没关系，我们看我们这些结果好了。刚那个情节，我们那个政治专业的，
念一下这样。那就是说你可以看一下嘛，按照背景颜色对不对？背景颜色，按照 match 对不对？那你去看一下哈，改变一下，对，啊就是都是基本上这样，然后这颜色不一样哈，然后你的那个颜色，25那个地方，绿色哈，好，确定一下，对，那你那个中间那个绿色还是怎样？黑色。弄的不上面拿进去那个零嘛，哪个零啊？对，完了要25嘛，这样是不是很清楚啊？颜色对比嘛，那可不可以用彩虹色？对比像彩虹的那种颜色，这样子混在一起，好像不行啊。那这个层次设定有问题。好，那我们再看一下，刚才画个图。再画一个点，然后打什么？我帮你打一个什么符号？星号、星数嘛，中星号。好，那这边好了，对。我来看一下，二零号，对，25对，对，那接下来中间是中间，再再好。不对，不好，OK。然后红色，好，那接下来震一下，那个信号震一下，就对，零，25对，然后零对，确定，接下来是这边那个零，25，零，确定，好，那好，是红色，就这个地方要低，对，就这样好了。好，这样子比较清楚了啊。好，是这样，没问题。好，这个没问题的话 ，OK， 我们再看一下，上下，没有，好 ，OK， 就先关掉。好，这是第四张加这边哈，那个我们出个作业好了。